有看到我这个技术吗？完美，我好会煮哦。使用的食材有草包生煎的萝卜糕、干香菇、虾米、猪肉丝、蒜苗、青菜，就是把这个萝卜糕切到这样子一口吃的这样子一个大小。OK OK， 香菇先下去爆香，金钩虾增加一个鲜味，这时候肉就可以下来了。胡椒粉，好像很有一回事。咱们这个30年了店啊，有看到我这个技术吗？这些食材都炒香了以后，加入开水让它煮，调味完其实就可以直接起锅了。嗨，梅生出好菜，客家传统萝卜糕汤。然后他们家另外一个很厉害的就是这个樱花虾的芋头签，可以用蒸的或是直接用煎的就很好吃了。咱们就是要吃这个芋头签，哎呦呦呦，啪啪啪，哎呦呦呦，起锅。Oh my god， 浓浓的芋头的香。然后吃起来非常的 Q， 纯米萝卜糕和一般煎萝卜糕不太一样，是软软 QQ 的。然后它的萝卜糕是吃得到萝卜丝的哦，真的很会做菜。好了好了，我要来继续吃了，实在太好吃了，快一起来吃。小刘来这边，真的真的很好吃。